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念三皈依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80页，480页，第六行，看起啊。以上第19愿是因，第20愿呢，则是其果也。19愿是发菩提心，闻名发心愿。第20愿是临终戒因。若然，如第19愿发心念佛，则灵寿宗师、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接引，现其人前，今须臾，是现在的48分钟。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三不退。以上呢是为第20临终戒引愿，深显果教啊，他理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巨富凡夫能带获往生者，戒引弥陀赐愿，临终慎重现前，慈悲摄受之大力。这一段是叙述第19愿发心念佛，这是因，它的果啊，就是第20愿阿弥陀佛临终受了戒引啊，不但佛来，还有菩萨众、声闻众啊，甚至于我们同参道友，早往生的人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这个例子很多。
显示出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这属于果教。84000法门是修因正果，这个法门不必修因就能正果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非常稀有的法门，很难遇到的法门啊，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一般法门要靠自己，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断惑真正。所谓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就修学的方法。方法多，但是总的原则是一个，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我们断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途法门，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关系，通通要断。能够断尘沙，断这个无明的，这是成佛；不能断无明，能断尘沙见思，这是菩萨。所谓菩萨都是指三贤，别教的三贤。没有能力断尘沙，有能力断见思烦恼，这真阿罗汉。阿罗汉称为真觉，菩萨称为正等正觉，佛呢称为无上正等正觉。方法多，门径多，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这个烦恼说起来容易，断起来真难。见思烦恼是最初最明显的，断见惑就能证小乘须陀洹果。大乘华严经上讲的是信，初信位的菩萨，所以初信跟小乘的须陀洹断证功夫是相同，都是断见惑，但是智慧福报不一样，大乘要超过小乘太多。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关系大，大乘人心量大，能包容；小乘人心量小，不能包容，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断烦恼相等，智慧不相等，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学大乘，如果心量很小，大乘果报得不到，会变成小乘，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大乘人讲发菩提心，小乘没有？
这很明显的例子。菩提心是用真心的，用真心断见思烦恼，功德殊胜呐！二尘还是用第六意识。我们常说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是妄心，不是真心。三心是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呢，是叫摩那，摩那叫一根，第六叫意识。三心二意是一桩事情，二意里头不说阿赖耶的种子习气，三心里头就讲全了，有阿赖耶的种子习气。用妄心，可以证阿罗汉果，可以证别教三贤。原教没有，原教只是实心。我们把它一对比，就很清楚。摄心位的菩萨，粗心断见惑，从二心到七心断思惑，思惑断尽证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所断的这个烦恼，跟大乘摄心位的其性位相等，两个对起来看很容易看出来。粗性位等于粗果，二性等于小乘二果相，三性位等于二果，四性位等于三果相，五性位等于三果，六性位等于四果相，七性位等于四果。那么往上去，这个七性等于阿罗汉了，八性等于辟支佛，九性是小乘的菩萨，十性是佛。那么这个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称他做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不真佛？真佛要用真心。换一句话说，实性菩萨，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他还是用阿赖耶，但是他用的真，也就是说他是真的佛弟子，佛所教他的他统统都做到了，所以很像佛。真的是依教奉行，就是那个心没转过来，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他一转过来，那是真的佛了，不是假的了。所以实性菩萨他所修的就是转识成智。一转过来，十法界没有了，他出离了，十法界像一场梦一样，梦醒了。这个诸位要知道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灭的，阿赖耶是生灭法，有生有灭。阿赖耶说的所现的一切现象，全是生灭相。这是我们在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里面听得非常清楚。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这凡夫动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即念即相是也。这话我们听不懂啊，动个念头不就念头吗？这念头里头还有什么即相是也？但是弥勒菩萨听懂了。弥勒菩萨回答世尊说：“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太短了。这一弹指呢，在我们一般讲一念的，大概一个念头，一弹指。这一个念头里头有32亿8000年，32亿8000年。”柔和在一起，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纠缠在一起，科学里的名词，纠缠在一起，成为我们一个念头。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的，32亿乘10万，320兆。你看。320兆个念头纠缠在一起，这一念，我们怎么会知道？佛还问呀：即相啊，实啊，相是物质现象，就是色。实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叫五蕴。我们读了这个才把什么叫五蕴呢搞清楚了。原来含糊笼统啊，几十年没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心经常常念的，照见无蕴皆空啊，真没听懂。所以讲也是囫囵吞枣。自己都没搞清楚，怎么会把这事情讲明白？这才真正的明了。真正明了，得力于现代量子力学家。不是量子力学家，我们还是很多疑问去不了。那么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我们可以谈几次。我能谈4次。比我年轻，力气比我大的，我相信至少给他5次。520，就是1600本，单位是兆，一秒钟，这个生灭的念头啊，1600兆。我们不知道啊，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星球爆炸，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能发现不能，就在面前也不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的六根不灵啊，六根非常迟钝啊。我们看电影从前的电影
是用幻灯片组成的，啊，就是动画了，这是电影的底片。啊，他在放映机里面放的时候，一秒钟24张，啊，就是24个生灭，镜头一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到荧幕上，立刻关起来，第二张放进去，就两个重叠了。啊，那个还没有消掉，这一张又进去了，1秒钟24张，我们看到荧幕上好像是真的。那么现在电影比从前更逼真了，为什么呢？它的速度更快，就这么个道理。殊不知啊，我们眼前这些事物啊，速度更快啊，就这个速度的成绩。我们要是说1秒钟就放一张，其他的统统把它抹掉，只剩下一张，用24分之1秒的速度在荧幕上，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的什么？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光里头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没看清楚，啊，一下就没有了。24分之1秒，我们只看到闪一闪就没得了。现在告诉你。速度快到什么程度？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会知道在眼前？啊，就在眼前，你就不知道啊！这真的，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星球爆炸那么大的声音在你面前，啊，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听不见，没听见。啊，古人讲的，中国古人也讲过。真有这些现象啊！啊，六根源不到啊，它速度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那么谁能见到呢？大乘经上常说，8地以上，8地以上菩萨的定功。有能力捕捉到1600兆分之1秒，那他就看见了。啊，看见什么？整个宇宙啊！这个波动现象不是别的现象，全宇宙，我们要在其中。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的科学家证实了。啊，现代的科学家也很了不起。啊，他们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现在有这种能力。跟佛讲的越来越接近了。啊，物质现象是什么？精神现象是什么？这个谜，这个是宇宙的奥秘，被科学家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世尊在经上说了个比喻，物质很小的，
从牛毛城讲起，牛的毛比较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啊，在这个牛毛尖上啊，它不会丢掉啊。那我们晓得彼此互相有引力啊，这么一个小尘土，肉眼好的人能见到啊，一般人见不到，肉眼非常好的能够看到。将这一粒小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比牛毛细，羊毛尘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就更细了，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我们的水有密度，但是它在水里面可以自由穿过，没有障碍。啊，这个我们懂。水在显微镜之下看起来里头真的有很多洞，啊，像网一样交叉的这种状况。这个小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金属密度大，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小尘从金属空隙里头来去没障碍，它能通过。啊，所以铜墙铁壁它可以自由通过。啊，这叫金尘，金尘七分之一才叫微尘。微尘，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阿罗汉看不见了。那我们相信呢，微尘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原子。啊，阿罗汉有能力看到原子。啊，那他还可以分。啊，再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这个名词里头应该包含很多。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基本粒子、夸克，啊，这两样大概都有六七十种，这是很小的物质现象。这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再分成七分之一，啊，叫即微之微，佛经上也叫做即微色，色就是物质现象，啊，最小的物质现象，基本的物质，它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它找到了，再分果然没有。啊，没有了，看到是什么呢？物质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从念头来的。啊，意念是物质的基础。啊，这最近才发现。那么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经上就讲到了，物质从哪来？相由心生。这佛经上讲的色由心生，你看那色那个心就是念头啊。啊，科学搞了400多年，多少人去研究才发现了，没想到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说过，说得好清楚，比他们讲的还要清楚。啊，那么这发现念头心生，念头生，念头从哪里来的？佛经上有，讲得清楚。啊，科学讲的也可以接受。说念头是突然生出来的，
立刻就消失了。啊，这个突然生立刻消失，《楞严经》上有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在佛经里都找得到。啊，它怎么个突然发生的？它没有理由，找不到原因。那佛找佛讲的理由，它从业力变现出来。啊，阿赖耶三细相嘛，第一个是业力，第二个是转向，第三个是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现象，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就是受想行识。啊，受想从业力，啊，业相，无明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的现象。波动现象怎么来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产生这个波动，那波动就借着这第二。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一个接一个，就这么来的。啊，信息从这来的，就是摩那。啊，摩那变成物质现象，变成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科学没有这么详细的解释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问题解决了。今天家科学家提出，科学界这几百年来最大的错误，二分法。把这个宇宙分成两份，心理、物理，这是错误的。现在晓得物理没有，只有心理，物是心生的。啊，所以两分是搞错了，现在造成这么多的麻烦，不能解决。啊，可是揭穿这个谜底之后啊，可以解决。用什么解决？念头解决。所以现在这个书店里的很多新的书啊，都讲念力。念力不可思议，念力能够改变物质现象。啊，那么头一个就是身体，身体是物质啊，是身体用久了，它会生病啊。啊，其实他不会生病，为什么会生病？你用的不正常，你把它用错了。你要用的正常，他不会生病。什么叫正常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正常。那个人叫什么？那人叫佛。佛是正常的人啊，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完全正常。他叫无量寿。我们会起心动念，会分别，会执着，不正常。不正常啊，就会把物质这个细胞变成一种病毒的细胞，这病就这么来。你用正常的时候，这个病毒的细胞又会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病就没有了。啊，不需要用药物，也不需要用打针，吃药不需要，它自然会好。美国夏威夷古老的治疗方法。啊，修兰博士去年三月到香港来过，办了一次活动。第二天他来看我，啊，我就问他：“
你这种意念治疗根据什么道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治疗的人必须心里清净。啊，他不是个佛教徒，佛学名词他不知道。啊，他给我说，首先要把我们的念头、意念里头负面的，就是恶的，不是善的，通通清除掉。我们叫放下，它叫清除掉。然后把善的念头也清除掉，对，恢复清净心。那么这个东西，这很有道理啊。不善的念头啊，它感的是三恶道；善的念头啊，感的是三善道。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有念头，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这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他把这两种念头统统能除掉。恢复到心地清净啊，虽然恢复到清净，我执没忘，所以他还是凡夫啊，他不能证阿罗汉果啊。但是清净心他证得了，就他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妄想，没杂念，他能做到这个功夫。这治病的原理啊，我们听了，我们懂啊，我们能够承认，能够接受。这佛经上讲的很多。那方法呢？用什么方法治疗呢？这方法首先要知道病人。四种事情，第一个他的姓名，第二个呢他的年龄，出生年月日，第三个他现在住的地方啊。治病可以跟病人不见面，距离三四千里路都可以啊，都能把他治好啊。第三个是病历，他在医院检查的病例，只要这四样东西：姓名、年龄、现在住的地方、病例。那怎么个治法呢？啊，他说每天30分钟观想，啊，把病人呢观想跟自己成一体，啊，想那个病人就是自己，自己。他的病啊，就跟这个报告检查报告一样，啊，用自己的清净心恢复病毒细胞恢复正常。每一天做3分钟，他有个口诀，我们讲一般像咒语啊，也能够讲得通，啊，他就4句话。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就这4句话。啊，我们中国人1句话3个字，12个字，就念这个，念半个小时，啊，对着这个病毒的细胞，用半个小时，每一天用半个小时，30天，这病毒就没有。我这里病毒没有了，对方的病人病毒他就没有了。他用这个方法啊，疗程要1个月，非常有效啊，人不需要见面他就能给你治好。他真的治好了几千个例子，这不是假的。
真被他治好。啊，这个人今年74岁，啊，去年来73岁。啊，我问他，你有没有传别人呢？我说这个方法好啊，万一有灾难，医院没有了，医药没有了，怎么办？这方法用得上啊。啊，他心量很大，他到处传人。啊，而且不难学，难的是你自己把那些念头清除，这个是你的功夫。啊，其他的不难。那么除掉之后，还有一个慈悲心很大，真正能爱一切众生，爱一切小动物，爱花草树木，爱山河大地。啊，就是佛法里头讲的大慈大悲。啊，确确实实把整个宇宙万物跟自己看成一体。就有这个效果啊！这个理论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可以用这个方法治疗自己啊。所以我们的经题后面有5个字：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什么？是佛陀。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啊，学佛学什么？就这5个字。啊，清净是正觉，平等是正等正觉，后头那个觉是无上正。都在经题上啊，这经妙极了啊！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一部经就够了啊！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全在这一部里头啊！这是圆满的法门，不可思议的法门。啊，古人称它为中本华严。彭基谦居士讲的。啊，彭居士是乾隆时候的人。这是佛门的大德。没出家，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著作很多。啊，他有《无量寿经起信论》，有《华严念佛论》，啊，告诉我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那么，《华严经》就是《大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弥陀经，我们念的弥陀经是《小华严经》，这三部经是一不是二啊，果报呢？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但是极乐比华藏更殊胜。
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有同学问我，华严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我举了个比喻告诉他，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极乐世界好比是乌节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所以往生极乐就到华藏的中心。往生到华藏，未必到五戒路。这他能听得懂啊？到华藏难呐，到极乐世界容易呀，到华藏我们没把握。经能讲得不错，天花乱坠呀，烦恼习气断不掉啊，断不掉就去不了啊。那么这个法门，它可以待业往生，不要断烦恼，只要把烦恼扶住，虽有烦恼不起作用，就能往生。这个叫什么？扶烦恼。佛法那容易我常常劝人，跟秀兰博士讲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把自己心里头的念头、负面的念头放下，正面念头也放下，通通放下。为什么放下？告诉你，负面是三恶道，因。正面是三善道的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做很多好事，都放在心上。天堂是替你消福报的。你干了很多坏事，到地狱，地狱是消罪报的，通通是消业的，一个消善业，一个消罪业，就如此而已。所以两边都放下，心清净了，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上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子比秀兰还高明，因为秀兰之前，秀兰没有阿弥陀佛了，秀兰有阿弥陀佛就更灵了所以这个我们听他的，我们比他的高啊。那我们的效果好像比不上他，是我们的妄念夹杂太多了。还是一句话，你心不干净，你放得不彻底，心里面是打扫了、清除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渣子在里头，所以你的功夫不得力。你再清除，清除得干干净净，效果肯定超过修来。这个是念佛同学不能不知道啊！念佛同学晓得这个，你对于念佛法门呢，你就会生法喜，你就会不退转，你就会永远不改变了。为什么？你真正尝到味道了，净土法门的滋味，你尝到了。这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永远不生烦恼，不生烦恼。记住，什么叫不生烦恼？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念头太微细了。你想想看，一秒钟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去找都找不到啊！
你怎么能控制它？啊，那怎么办呢？从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这下功夫。啊，《华严经》上讲的，不分别、不执着。啊，不分别是放下尘沙，不执着是放下见思，这个心呐。那么最简单的，最有效果的，不算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的边缘，还没有到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的。啊，我讲刚才讲的都是功夫成片，二六十种，心里头真的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了，我都放下了，叫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片，这个我们能做到。啊，这里头也有三杯酒品。上三辈的可以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就来接你。啊，有寿命不要了，可以提前走。真到这个功夫，想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寿命到了。还想多住几年，不碍事，行，可以。生死自在呀！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多再多住几年，那为什么呢？绝对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到极乐世界越早越好。为了还有一些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我说他会听，他相信，他能听得懂，他能依教奉行，这叫有缘众生。多带几个去啊！啊，带的越多越好啊，就这个意思啊。啊，他不是为自己，自己没事了。所以这个法门我们一生能切入这个境界，除这个法门之外不行啊，宗门教下大乘小乘都不行啊，遇到这个法门要大福报啊，啊，这个福报正像大乘经上说的，过去无量劫来，你曾经学习各种法门，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诸佛如来加持你，你才能信，能解，能行，能往生。往生就是真果。这不是容易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这部经典，真的如获至宝。这个世界再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宝贵的了。啊，那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今天
天神、玉皇大帝，中国人晓得。玉皇大帝今天来找你，让位给你，你敢不敢？我们会摇头不敢。真来了，真来了，也许不摇头了，就接受了。靠不住啊。比玉皇大帝更高的，福报更大的，大梵天王，啊，初禅天的天主，还有大的，四禅天的天王，摩西首罗天王，啊，统领释迦牟尼佛全部的教育。啊，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主啊，干不干？不能干了，干就上当了。啊，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轮回面积多大了？10万亿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啊，那么像这样的世界，在太虚空里头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整个太空这一尊佛的教化学小地方啊，啊，是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修行，得大智慧、大神通、大自在。为什么呢？遍法界、虚空界，你通通圆得到。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能力。就像阿弥陀佛差不多，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通行无阻啊！三部经上都说到，啊，而且我们发现，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因为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所谓法性身土啊，就是说它不是生灭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不生。本自清净，啊，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自信的心得了。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啊，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前行。我们在这个世界寿命太短，业障太重，外面环境不好，所以艰辛很困难。换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艰辛，所以花开见佛，你就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因为极乐世界是法性身，不需要饮食。这个世界需要饮食，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精神饱满，永远年轻。为什么？它不变嘛，
它不是生灭法吗？啊，而且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对印度人说的，因为当时出现在印度，印度人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人间福德之相。啊，用这个做比喻。观经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真谛。啊，真谛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每一个光中都有佛菩萨在转法轮，啊，那我们到极乐世界的相跟阿弥陀佛相完全相同。静如讲堂听经的闻法了，等着开悟啊，没有开悟不出讲堂，所以一出讲堂就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出讲堂了。那个地方是保证必定成佛的讲堂，这也是他方世界诸佛刹土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班。那么同时你在讲堂听经，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分身去干什么？去参修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面前都有你的身，你在那里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呀，佛慧双修，你到极乐世界等于到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尊佛都不漏，每一个佛都叫你啊，分身跟真身同样一效果，不是说分身不能办事啊，分身真能办事，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圆满太快了，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比不上的，华藏世界也比不上，华藏世界能比上文殊普贤，就不比召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不必去了。啊，所以华藏世界也没有啊。啊，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了。啊，心就定了，心定了啊，那个杂念才能够出得干净。心不定是永远搞不干净。啊，搞不干净，这些东西是严重的障碍。啊，所以佛当年在世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世尊讲经只讲一次，没有讲重复的，唯独无量寿经有明显的证据啊，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五种云一本里面愿不一样啊，这个要是同一个底本来的决定不会犯错啊，那四十八愿就是四十八条啊，不可能有增减，但是现在五种愿一本里头四十八愿只有两种本子，二十四愿有两种本子，
还有一种本子36元。啊，这是最大差距。所以古大德判断至少是3次以上。啊，以上什么？还有7种的翻译本子失传了。在中国这12次的翻译，从汉朝到南宋800年间12次翻译。啊，里面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过去这些祖师大德认为必定是佛多次宣说。善导大师有一句话赞叹佛陀，说诸佛所以心出世，一切诸佛到这个人间来，唯设弥陀本愿海。啊，唯设比弥陀本愿海就是无量寿经，就是为了说无量寿经而来的。因为这个心，这不经难信。啊，所以顺应众生根基，说一切法门。啊，说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最后都归净土法门。啊，都归到无量寿。啊，就像华严经那个样子。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这是华严经最后总结，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古德很多人说啊，没有净土法门呢，华严不能圆满。华严入了无量寿，这才真正得到圆满。啊，为什么呢？那一些法身大士跟他们讲，他们会接受，他们不会怀疑。啊，他们见到事实真相。啊，这是我们肯定这个法门，啊，建立坚定的信心、愿心，啊，一心向往。一般有3年时间足够。一切属实，一切地，我们不要去找一个很清净环境，找不到，那多大的福报啊！就在日常随这个随缘，啊，随缘学妙用，妙用什么？念佛，啊，贤首过世说的。随缘妙用，我们把妙用就扣在念佛。啊，一切万缘，通通归阿弥陀佛。啊，不要把你所看所闻的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叫做妙用。啊，我见闻觉知不放在心上，就妙了。放上阿弥陀佛就更妙了，妙中之妙。啊，
要把这个当作第一桩大事啊。想到别的地方，马上就悟道。我想好事三善道，我想坏事三恶道。宗门大德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觉知。”觉悟要快，不早已。啊，念头才起，不管他善与恶，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人，这叫老实念佛人。啊，决定有成就的念佛人，跟四十八愿愿愿都相应。说居富凡夫，居富就是居足烦恼，这个富啊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绳子把我们捆绑。啊，带着迷惑，啊，能带惑往生，这就叫带业往生。皆因弥陀此愿，对，哪愿就这愿。临终慎重心切，慈悲摄受的大力。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我们要做弥陀弟子，不能没有阿弥陀佛的度量，要能包容。啊，特别是无故毁谤我们的人。羞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都不要放在心上。啊，欢喜吃亏，欢喜上当，为什么呢？吃亏等于零，上当也等于零。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不放在心上了，不放在心上没事啊。啊，而这些人说，这些人对我是恩人了，他来考试我了，我通过了。我及格了，啊！所以我不但没有怨恨他，感恩，啊，感恩他帮助我提升，我修集的功德要回向给他，是报恩，因为他不管是恶意是善意，啊，他造的这些业，他要受报啊！我不放在心上，我不受报啊！他要受报啊，他受报就痛苦。我给他回向，减少他的痛苦。啊，所以这是报恩的，一般人不知道。啊，对于冤亲债主，我们供一个长生落位，天天给他消业。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心里面这一生没有一丝毫怨恨，这个好啊！啊，法喜就从这儿生出来的，要有怨恨，有不如意。你这个欢喜心怎么生得出来？你生不出来呀、啊，勉强装装不像啊。那是真快乐，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都那么欢喜，啊，都那么亲近。啊，不单生这些，还生智慧。啊，智慧呢，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问题，处理得非常妥善。下面引灵芝寺的话说。啊，如宋朝灵芝寺曰：“凡人临终，设神无主啊，善恶业种无不发现，何其恶念，何其邪见，何生细念，何发狂常狂，恶相非宜，皆名颠倒。”灵芝寺这些话完全正确啊！人在临命终时，这种现象十之八九啊，我们送往生都能见到啊！念佛如果不恳切，没有放下，都会有这些麻烦出现。所以，古大德在《赤宗经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啊，断气之后8个小时，不要去碰它，不但不要碰它，连他睡的个床都不要碰它，啊，都要保持有点距离。啊，为什么？怕碰他了，他有感觉，他生烦恼，啊，他会有痛苦，啊，只有一句佛号帮助他，不要讲开始，这个时候不能讲开始，就是一句佛号。啊，开始在什么时候呢？他说话，他说门口啊有个什么人来了，多半都是已经死去的他认识的人。啊，这个时候提醒他，老实念佛，不要理会。啊，怕他这是冤亲债主，变现他的一些朋友家亲眷属来勾引他，他要跟他走了。就上当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要理他，任何境界说佛来了，不是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来了，不要理他，一定要等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才能去。不是阿弥陀佛，什么佛都不要理。啊，只给他讲这些话。越简单越好啊，提醒他念佛，念佛不要简单啊，或者起邪见，刚才讲的见神见鬼啊，见佛菩萨不是本尊，这都属于邪见啊，必须要见本尊啊，念佛人的本尊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最好平常我们拜佛供佛了，就供一尊佛像，一生呢就这一张，到时候来阿弥陀佛来接引准定现这个像，你天天拜的，天天想的，哎，终于见到了啊！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就是用这尊像啊，这尊像是瓷的
啊，大概有300多年，将近400年啊，供奉在台北。啊，我们那个时候华藏图书馆，像只有1尺高点，啊，不太高，这放大了，放得好，啊，放得非常庄严。啊，看得欢喜。啊，蓝体白色的。啊，现在方便呢，瓷的很不好携带呀，怕打破，所以我们用照相。啊，大张小张照的很多，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啊，这让我们念念的想到阿弥陀佛，就想到阿弥陀佛这尊像。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像，你就供什么样像。啊，出门的时候最好把照片带着。啊，时时刻刻不离开。细念的是对他的家亲眷属，亲情太重。啊，想到这个人没有看到，那个人还没来。啊，那么底下讲的猖狂，应该多半是冤亲债主附身。啊，这就很不正常了。啊，这个通通叫颠倒，可见凡夫业重。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复以四大苦逼，痛不可言，何能正念之名？这句话要紧呐、啊！四大，地水火风，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都有，叫四大分散。地水火风能造作一切色法，色法是物质，所以叫四大。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是物质的四种特性。啊，人们的肉身呢，就是由地水火风之坚实暖冻等性所构成的。这个讲法很浅，我们以前都是这个讲法，现在懂得了，不是这个讲法。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最小的物质构成整个宇宙，是最小物，那个物质叫基本物质，是相同的。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它构成的。啊，叫物种，啊，物的种子，物质的种子，可以这么说法。现在科学家叫它做微种子。啊，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单位是亿。100亿个微中子，把它纠缠在一起，啊，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绕着原子转的一个电子，你就晓得微中子多么小，就它不能再小了，它再有分量没有了。啊，这个东西。那么色，啊，地水火风，地就是它是个物质。啊，叫做地。
这个物质呢，它带电，带阴电就是水大，带阳电就是火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就叫风大。这四个是它的性质。这样讲法就对了。我们看到科学报告，两个一对照，所以他说，你看坚它坚固，水是湿，就是它有带的有湿性。有暖性，这就实际上就是阴电阳电，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而且动的速度都很大，所以这是构成那么这四大种性如果不调和，肉身就会散坏，也就是它的运动，就像星球在太空一样。它绕着一定的轨道，如果它轨道一错乱，星球就乱了，秩序就乱了。人身体也是如此，我们的思想正常，它就正常；我们思想不正常，它就不正常。为什么？物质是听念头指挥的，所以念头能主宰物质运动的方向。速度规律，这就是我们不能够违背大自然，一定要随顺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就是心得，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够违背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四颗是心德。那佛教导我们的是善，三归五戒、六合、六波罗蜜、普贤十愿，那心德。我们永远遵守，永远不违背，身心健康稍稍有一点违背呀，身心就有一点问题，不大，赶快纠正过来，不需要靠医药不靠外援。要有这个信心，还要靠医药，我们的信心不足。真正信心具足了，我们信心具足，要学秀兰博士。这个人真是信心具足，不但能调自己，还能帮助别人。那么学他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信心。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出问题了，出大问题了。很多人问我，还有国家领导人。我告诉他，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信心危机。现在的人不相信自己谁相信自己？真正学佛人，不是假的，真的。相信自己是什么？你本来是佛。谁肯相信？中国老祖宗说，你本来是圣人。
说人心本善。三字经上头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啊！那个本善就是佛。人相信自己起心动念，相信自己分别执着，这就坏了。不相信真心，相信妄心啊！那怎么能不生病呢？怎么能不老呢？生老病死就从这来的。中国古代教学。童年的时间很长啊，12、13岁以前不懂事啊。为什么？父母、老人保护他的童年那就是不准他胡思乱想，不准他知道很多东西。养他的善根，养他的本性，所以童年的教育，学规矩，学背书，背书只叫你背，背书的目的在哪里呢？不准你胡思乱想。背书了，你胡思乱想就背错了。所以要想的，背书的目的，真正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修定帮助小朋友修定定是真心。12、13岁慢慢大了，再给他讲一些道理，他能听得懂。为什么？他有定，一听他生智慧，他不生烦恼。所以书念的会背诵，那是次要的目的，不是第一个目的。你想，中国这个教育不得了啊，外国没有啊，外国人不懂啊。所以中国世世代代出圣贤，圣贤教育。那么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西方人是知识教育，都不是圣贤教育。知识发达了，发明了不少东西，带来了空前灾难。中国人有智慧。决定不造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讲造的话，中国人在1000年前，大概就可以发展到今天科学这个时代。不走这条路，这条路不是幸福之路。这一条路带给人灾难，带给人危机，带给人不安，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是顺着自然规律，就是顺着心的。无能无常思维八德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个创造的，它自然的。老祖宗看出来了，要我们世世代代遵守。现代遵守，现代得受用了。这一生快乐我26岁
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我跟他学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每个星期天两堂课，在他家里学的。大概这样特殊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早年在香港，唐君毅先生，香港人大概都知道。唐先生是方老师早年的学生，他年岁比我大。早年的学生，那在学校学的，不是在家里教的。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听懂了，我接受了，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享受到了，别人说我这一生受苦受难，我在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怎么是有苦难呢？你们也受的时候有苦难，我受的时候不是苦难。为什么别人批评你会生气，人批评我不会生气，我会感谢他，他的批评我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不会生气我换人欢喜人家批评我，有很多毛病自己没看到他提醒这多大恩德了。怎么可以生气？所以天天在改过，天天在提升，天天在增长，这个叫快乐，这个叫最高享受。最高享受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特别是脾气大的人享受不到。有贪嗔痴慢疑的人享受不到。贪嗔痴慢疑，特别是怀疑。一怀疑，全都崩溃了。能把这个东西都放下，你才真正走到人生最高享受这条路真正享受得到见到一切万物没有不欢喜的把我们的心量找回来，本来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气，本来是的。这是自信的心得。贤首国师在《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第一个念头，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要知道世界没有一桩能瞒过别人的事情，不要认为不知道，不知道是愚痴的人，他不知道聪明的人
都知道。啊，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了，全知道了，诸佛菩萨知道了，啊，声闻缘觉知道了，你能瞒得过谁？啊，所以让你不敢起心动念，有我念，这好事啊！让我们回归自信。啊，第二个，出生无尽，出生无尽是讲影响。这一个念头在动，虽然是个很细的、细微的念头，我真的好像没有看到，说不定在远方，几千年里路之外，那个地方出事情。啊，因为什么？念力是周边法界的，他肯定，这里有这点有感，那地方就有应。啊，那换一句话说，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整个宇宙负责任。你怎么会有我念？最好的念头是阿弥陀佛。啊，我发出去的念头是最好的，感受到的也是最好的。第三个就是心量。含容空有，啊，空是虚空，含空就是心包太虚，容是容纳，容有，容有就是量周杀界，啊，这是我们自己本来的心量啊，现在搞的。一点点小事都不能够容纳，错了，怎么会变成这么小啊？啊，能包虚空容万物，虚空万物才真正跟自己是一体。啊，那我们明白了，觉悟了，要为天地万物服务。啊，他违背自信，帮助他纠正过来。啊，像这个修兰博士一样，从自己内心先恢复，然后自自然然。就影响别人，有意无意都产生不思议的影响力。啊，我们自己这样做了。我在澳洲图文吧住了10年。有意无意真的影响到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啊，去年是前年的3月，小城的宗教领袖们来告诉我，他们想联合宗教团结，把这个小城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好死啊！这是我们天天期望的啊，没有想到他们主动提出来。我鼓励大家，我大家努力，希望一年能实现。啊，到今年这个3月刚好一年，应该可以实现。啊，实现
可以把这个事实在联合国宣布，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不是人呐，人做不到。人算不如天算呢，人最好别算，有老天也在算。你看今年五月份是第一个五月份的月圆。外国人的释迦牟尼佛的圣诞，五月月圆的这一天，今年是斯里兰卡，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卫塞节，纪念释迦牟尼卫塞节，在巴黎，教科文总部，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就到联合国。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好事情啊，全世界人都知道。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就有许多人，爱好和平的人，想缔造和平社会的人，一定到那个地方去考察。去研究，去学习，有这么一个城，别的地方就如法炮制，跟进来学习。今天没有示范的东西，没人相信，只有你做出来了，才有人相信。那么图文巴这个地方很适合，居民只有10万。10万多一点，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真的是多元文化。大家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是全世界大家所需求的，那个地方做到了。这就是这一帮人在真干呐！潜移默化，带动这一个小城。我们早年就有这个想法，从一个小镇。然后做一个城市，再做一个国家。斯里兰卡有很好的基础，我跟他总统讲，你要发个大心，为全世界建造一个佛教圣城。全世界看佛教到你这儿来看。他一口答应，他决定做。那么，马来西亚，我这次在里面讲经一个月，跟马来西亚的宗教这些领袖们约了一个聚会，在一起吃饭，互相交流，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大，也应该可以做一个示范国。马来人回教徒，我跟他们相处很好。
跟他们的手下像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我说激烈鼓励他。我在那里办那个汉学院，他问我，你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办？我说我走了很多地方，马来西亚最适合。具备我想象这种条件。马来西亚人口1/3是华侨。华侨呢，办了1000多个小学，62个中学。现在这个汉学院是个大学。他们热心于教育。汉学院，他问我，你们将来这个学院的老师，有多少个博士，多少个学士、硕士？我告诉，统统没有。他感觉到很惊讶。那你怎么教了？我说我这学校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怎么讲？我们要培养汉学家，要培养老师。因为现在中国儒释道都没有老师了，到哪去找啊？没老师了。所以我这个学校设立研究院，所以既不是老师，也不是研究员。每个研究员在哪找呢？我在这老师里头找，就这些小学、中学的老师里头找。他们有兴趣、有志愿的，专攻一门。学什么呢？就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头，你只学一样，10年的时间专攻一样。四库里头有四书。你专攻《论语》，专攻《孟子》，10年就学这一样东西。10年之后，你是这一门课程的世界权威。我说我这里提供吃住，提供休学环境，提供图书设备。我们希望有100到200个研究员，10年之后能出到20个汉学家，世界一流的，我们就成功了。我说到那个时候，他们的著作、他们讲演，我把它录成光碟，送到你们国家教育部去审查，够不够博士的水平？如果够，请你们教育部授予我们汉学博士学位，首相答应了。这就条件之数啊！我在别的地方哪有这种好的条件？所以这样条件是，所以我说我来找你。那么现在学校正在建，大概明年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建好。建好之后就正式开张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学校，是验学校。普通学校照着大学的这个条件我们不够，所以试验。试验成功了，就将来就正式大学。这首相不帮助没办法搞起来呀！得他的大力帮助，我说这是大功德的事情啊！
这个事业成功，那是你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事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